你看一路走过来都遇到很多贵人帮忙嘛，那我们觉得有能力呢，我们就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希望这个借由这个活动啊，抛砖引玉，然后让更多人能够了解这个怎么创世基金会这些植物人啊是需要很多资源去关怀去帮助的，那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就尽量做。这些弱势团体啊，很需要啊大家这个企业啊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大家来赞助，让这些社会的这些一些弱势的团体能够也就得到一个适当的帮助。秉汉赞助这个礁溪路跑大概就是3年前开始，也跟梦想家陈军也差不多3年前开始。那其实因为秉汉跟梦想家我们本来就都是好朋友，那也都很希望能够推广体育跟公益这样。那梦想家针对篮球，秉汉针对路跑，那虽然是不同样的运动，但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当然有的话在家了，那没有的话就是增强免疫力最好的还是运动嘛，到户外里面跑跑步，就是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有意义的活动，然后就是也可以帮助人家，也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也可以做好运动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可以帮助这些可能植物人嘛，就帮助一个植物人就等于帮助一个家里，就是也可以让他们有家里的负担就少一点啊。对啊，就是可能大家做公益，然后公益又会回到那些植物人身上，就是循环嘛。那就希望借由梦想家这个这个知名度啊，然后怎么去做更好的推广，让大家更容易接触到这个我们举办的路跑活动。然后希望今年至少能够达到5000人，然后看看明年能不能做到10000人这样。